今天最大烤鱼界的天花板，寓意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，鸿运当头。老爸，你拉拉壶的样子真帅啊，你这网关话一做，这得迷倒多少老太太啊。你进的几把膜都有是吧？有句发蛇的。我说的是大实话。爸，你今天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了呀？我知道你就是这个形式，早就给你等得好了，给你。这么多呀，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亲生的了。老爸，你给钱的样子更帅。小葱，不要手，放点盐，再给你按个膜。再来调个香料，然后白糖、孜然粉、辣椒粉、加可西炒好的料，加点柠檬汁，打入一个鸡蛋，淋上热油。爸来吃烤鱼啦！哦，爸来试一试，这特别香。哎呀，这好鱼真好吃，好香。那当然，你今天给我这么多红包，我来看一下，你这红包里面给我多少钱？怎么弄十块啊？你每次逗我，我逗你一下不行吗？啊，这给你一点。哎，谢谢老爸，干一个。